我是天美策划阿力，入职以来一直在做一款玩家认为不存在的游戏。为了证明这款游戏存在，我给大家展示做宝可梦大集结国服真实的一天。先给大家看一下工位，这个是从一位长得像卡比兽的策划同学那里白嫖的，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相似度80%以上，就是你的卡比兽。今天就由你来监督我工作吧。大家以为的策划日常都在干嘛？可以敲在评论区。然而实际上都是先修200个 bug 开开位，修不完，根本修不完，算了，还是先做点别的吧。为了能发挥每只宝可梦的特长，我们也新增了7张娱乐地图，下面就到了见证奇迹的时刻。一张地图的诞生需要重复上百次这个过程，来吧，给你们展示一下，看我这手速，高低也能抢个顶流演唱会的前排座位。作为卡比兽的真爱粉，这个地图一看就很适合我，我推，我再推，这球对面是接不到一点，很适合训练家使用防御型的宝可梦进行对战。更多地图特色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地图做完了之后，浅浅整理一下皮卡丘的动作和招式吧。为了100%还原皮卡丘的移动对战，我可是反复看了原作，每天晚上做梦都是皮卡丘。哎，好像是音效同学艾特我了，我去看看。九尾电子服入场动画的脚步声和体重不匹配，这是真的吗？我怎么听不出来？让我用绝对音感听一下。绝对是 B。不愧是十年老粉，这都能听得出来。大家一定很好奇策划是如何选择宝可梦做进游戏内的。其实每个宝可梦我们都会仔细打磨，在初战宝可梦的选择上，人气和颜值也不是唯二标准。比如给大家展示下古月鸟的设定就挺有意思的，它在体力很低的时候会吐出皮卡丘进行攻击。先来看看体力正常时候的版本，下面是低体力版本，最后进阶版本来了，真的会玩到停不下来。对了，古月鸟我还想起来，本来他的招式是没办法穿墙的，但我们看到了很多训练家的意见，最终还是决定保留穿墙的设定。很多玩家基于这个设定发明了很多玩法，我还刷到了不少绝活哥的视频，给我们挺多惊喜的。走，吃饭。到饭点了，带大家看看我们的食堂。宝可梦冷知识，饭前考一考有没有人知道。就后面这位兄弟了。你们知道大葱鸭的进化形态吗？它的一个路人都这么了解，宝可梦的人气也太高了吧！哎，这不是小梦吗？旁边这两位是？我需要两位来组里做简单的访谈。我刷到过你的视频，很牛啊！听说你大集结玩的也很溜，等会我们来搜一把。不用等了，就现在！开战，来！我感觉你也不行呀。哎，可以。喂喂，上班了，上班了。就你了，寒山哥。跑路是不可能跑路的，从海外上线到现在，研发工作一直没停过。之所以现在才发生，是因为我们认为现在的大集结已经找到了更契合国内玩家的设计方向，并且还在持续的打磨和迭代玩法。慢工出细活嘛，我们也希望把宝可梦还原度和玩法做到让自己还有玩家满意之后再展示给大家。那我们也替玩家们问一些尖锐的问题。我工作还有点忙。嗯，核心玩法当然还是互通的地方，当然国服版本会加入更多更丰富的内容，比如接住顽皮雷弹的续位玩法，宝可梦设计的优化，还有操作手感的调优等等，给大家带来更多有趣游戏体验的同时，还会保证宝可梦的原汁原味。这是我当初参加宝可梦大集结内部策划团队比赛获得的第一名的奖品，这里还有一个奖牌。不过嘛，它平时主要的作用其实是这个。不要小看真爱粉对宝可梦的爱啊，喂！坦白说，我一直很喜欢宝可梦游戏，花了好多时间去研究宝可梦的通关方式，并且发到了网上，也获得了玩家的认可。曾经为了第一时间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新作发售的当天，我还偷偷请了病假，窝在家里通宵写思路，差点被爸妈发现。现在想起来还是很刺激。
蛋、豌豆等等等等。我们也想让各种各样的宝可梦都有上场的机会，在不同的地图中共同参与战斗。这是能说的吗？麻烦后期帮我逼一下吧。要我吗？哦，有很多。我们游戏的耿鬼在放乌尼炸弹这个技能的时候，他的炸弹投出去之后会马上捂住自己的耳朵，特别特别可爱。还有就是卡比兽在走向树果的时候，他的表情是会笑的哟，大家可以多多留意一下。还有就是拉普拉斯在放幽招的时候是可以载队友的，希望各位玩家多多关注。我们也想让各种各样的宝可梦都有上场的机会啊，在不同的地图中共同参与战斗。下一个找谁好呢？请问你有什么想说的吗？哎，游戏现在只有语音聊天，后续会加入局内文字聊天吗？局内的文字聊天我们是会加的，作为一个竞技游戏，队内的交流至关重要，所以我们在像文字输入、语音转文字和快捷信号正在做的一些功能，确保玩家可以在游戏里面畅通无阻的交流。那么这个大姐姐的国服跟海外版在维武的玩法上到底有哪些区别呢？哎，大力，要不你回答一下。国内版5v5这个玩法，我们整体上还是保持了10分钟的对局时长，但是主要优化在于一个是胜利条件改成了总分上限制，这样的话对局过程当中会更加有目标感，还有就是这样的话单局时长更有弹性，我们可以打出更加丰富多样的对局。另外一个就是对关键野生宝可梦闪电鸟进行了优化，这样的话我们在后期的对抗会更加有博弈性。当然了，还有很多细节我们在这个地方就不一一展开了，欢迎各位训练家来玩我们的国内版大集结啊！大家如果有玩的不爽的地方，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上线时间是，但我们将在11月份开启一次测试，请各位训练家多多关注宝可梦大集结官方账号，听说转赞评更有机会获得测试资格，并且我们加入了许多新地图等待着大家，希望不同的训练家和宝可梦都能找到自己擅长的玩法。点赞、评论、转发，上大分。宝可梦大集结，非常感谢宝可梦大集结的各大主播，他们提供了非常多的一些优化建议，同时也非常感谢所有提供支持和帮助的玩家啊！有你们的支持，这个游戏我们会做的继续努力下去。